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一提起冬不拉，大概您的耳边就会立刻想起风格浓郁的新疆民歌，甚至可能还会想到几十年前维吾尔族老人库尔班骑着小毛驴儿弹着冬不拉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情景。或许您有所不知，在新疆使用冬不拉弹唱的民族除了维吾尔族以外，还有哈萨克族，而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并深受欢迎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便是由冬不拉伴奏的阿肯弹唱。阿肯弹唱由哈萨克语阿肯阿伊特斯翻译而来，是一种流传于哈萨克族民间以手持冬不拉说唱为主要特色的艺术表演形式。自古以来，哈萨克族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牛羊到哪里吃草，他们的毡房就会支在哪里。春季当牧草开始变得茂盛，哈萨克族牧民就赶着牲畜来到气候凉爽的高山牧场，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夏季，寂寞悠闲的放牧日子为阿肯弹唱的诞生创造了天然的条件。阿肯，哈萨克语的意思是诗人，阿肯弹唱就是由阿肯手持冬不拉面对观众进行即兴的说唱表演，这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生活形式，有时是一人弹唱，有时则是两人或多人对唱，往往见景生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即兴表达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演唱内容丰富多样，表演形式变化万千。据历史记载，哈萨克族历史上有200多部口述或用文字记载下来的阿肯弹唱文本，内容涉及自然、历史、文化、生活、爱情等各个方面，纪念着他们的祖先和英雄，表达着欢乐与悲伤。在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同胞中间，流传着许许多多优美动人的诗歌，阿肯则是这些诗歌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播者。他们手持着冬不拉出现在婚丧嫁娶、宗教典礼和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用诗一般的语言咏唱自然和生命。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阿肯弹唱不仅是一种独特而鲜活的艺术形式，更是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许多领域具备重要的研究价值。事实上，在哈萨克族聚居的地方，每到盛夏时节，水草丰茂之际，人们就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身着华丽的盛装，骑上最健壮的骏马，从各个地方聚集到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原，规模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就这样拉开帷幕。阿肯们纷纷登台献艺，听众们喝彩助威，表演常常一连数日通宵达旦。不同于日常的阿肯弹唱以单人演出为特色，在阿肯弹唱会上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对唱，伴随着冬不拉轻快的节奏，双方表演者即兴编词，边弹边唱，对唱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问候致意，谈论历史故事、人生意义，也可以吟诵现实生活身边景物。借助歌声，人们表达爱意，相互戏谑，有时甚至会用猜谜语、考智力的办法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即兴发挥的创作形式对表演者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没有敏捷的才思、出口成章的才华，没有对事物透彻的理解和较高的艺术修养，想要在瞬间做到对答如流、以理服人是不可能的。每当出现精彩的演唱或者巧妙风趣的歌词时，观众中就会爆发出阵阵叫好声，有时一组对唱难分难解，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会相持几个小时而不见胜负。每到阿肯弹唱会举办之时，草原上便会人如海，歌如潮，琴声悠扬，歌声嘹亮。
牧民们把对唱中获得胜利的阿肯比作骏马，视为英雄，对失败者则称赞他们是敢于搏击风雨的雄鹰，赶进沙漠的骆驼。生活在马背上的哈萨克族人民就是这样用诗一样的语言艺术化地呈现着他们的生活，就像人们口耳相传的一句谚语，诗和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有关阿肯弹唱的由来，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有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唱起歌来声音悦耳动听，她深深地爱着一个帅气的哈萨克小伙子。然而姑娘的美貌和歌声却吸引了头领的注意，他派人找到姑娘，要强行把她拉走成亲。危急时刻，天上突然飞来一匹骏马，将姑娘驮上天空。原来骏马正是姑娘的情郎所变。半空中，姑娘手中的冬不拉化为了无数把冬不拉，好像雪花一样飘落到人们手中。大家弹起冬不拉，放声歌唱，祝福这对有情人永远幸福。从此每到夏天，人们便会聚集在草原上，用弹唱来怀念这对获得自由的恋人。阿肯弹唱会就这样一年年传下来。近代哈萨克族的杰出诗人阿拜曾经说，歌儿为婴儿打开人生的大门，也陪伴死者踏上天国的途径。从出生时的摇篮曲到葬礼上的哀歌，哈萨克人用歌声串联起一生。而这些在婚丧嫁娶等仪式现场演唱习俗歌的人，正是阿肯。他们怀抱着冬不拉，自弹自唱，演绎传统的叙事长诗或是各种民歌，将优美动听的歌声传遍草原。他们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无限尊敬和爱戴。有人说，体会了阿肯弹唱就体会了哈萨克。阿肯弹唱历史悠久，盛传不衰，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更是一种智慧和才华的竞技，展示着草原民族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他墨黑如漆，用深沉的质感衡量茶之优劣。他釉色醇厚，用细密的纹理得到天子的赞美。他质地润泽，用窑变的色彩名扬中外。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黑釉茶盏。